者谢君玲台北报道，远东航空与工会冲突延烧，工会日前上传一支动画影片，陈述远航空服员被高层要求替候选人助选陪酒，另指控远航积欠薪资、飞航设备有问题等。对此，远航表示，离职员工以影片方式不实影射及散播，已严重影响公司声誉。针对不实指控，经提告加重诽谤罪。工会日前上传空服员的告白，你所不知的航空公司真相未提的动画影片，上传迄今已超过22万人次观看，引发热议。影片中以第三人称控诉，指远航要求空服员帮立委站台助选、游街、在路跑活动、用餐场合与旅行社业长官共桌陪酒，甚至直播销售赚取外快，好像不只是空服员。此外，该影片另指控远航不合理调整给薪方式、薪点，且以考绩不佳为由资遣的对象正好都是工会成员，质疑远航编谎将自己的经营不善归罪于员工。对此，远航董事长张刚维京召开记者会重炮反击，不是劳资争议，而是少数人造成的闹剧，远航不会再找一般空服员参加公开活动，今年尾牙也不打算举办，否则空服员在场恐怕又被认为是陪酒。远航营运长曾金池则表示，离职员工以影片方式不实影射及散播，已严重影响公司声誉。针对不实指控，金致北检按零控告詹姓、高姓、吕姓空服员加重诽谤罪，已正式听。